宜兰圆山公园内在晚间有两盏路灯不断的交替闪烁，再搭配上现场的蝉鸣声，完美默契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有人看了这样的画面就说，这难道是要提醒火车要来了吗？还有人说看起来好像是夜店。一亮一暗跟上蝉鸣节奏，两盏路灯默契满分的交替闪烁，那觉得也是蛮有趣的，很像在夜店的感觉。17号晚间，位在宜兰县圆山公园，民众拍下现场逗趣模样，分享到脸书社团，让网友议论纷纷。笑声好像是平交道警示灯，火车要来了吗？还有网友直呼，公所真用心，提供新的网美景点可以打卡拍照，但却有民众认为现场一闪一闪其实很吓人，感觉好像是7月份到了。一闪闪蛮恐怖的，所以吓人。民众也非常接地气的哈，来反映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公所呢，也当下哈，马上联系厂商，第二天哈，就是昨天已经都修缮完毕。没想到默契满分、交替闪烁的两盏路灯能引发网民热议。公所接获通报后，就在隔天火速派人进行修缮，以稳定公园明亮度，确保民众安全。记者张凯婷宜兰报道。